故事 ，baby， 我回来了。嗯，买了早餐，谢谢。趁热吃哦。好。嗯，哎，晨晨啊，我刚刚看到新闻说啊，今天啊气温骤降，哎，会降到10度以下，很冷哎。哦。这么冷的天气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泡温泉。晚上我去泡温泉好不好？今晚有事哎。今晚有事？对啊。哦。你看，这个超好笑的。对，好笑。是啊，哇，太敷了吧。好笑。哎，不然你现在是在冷几点的？现在9点啊，早上啊。陈爱成，怎么了？我真是受够你了。你看，你干不干这里啥？这是你的作息 report。小米，爱晨作息报告书：早上7点准时起床刷牙洗脸，早上9点吃早餐，中午11点半订午餐外送，下午1点洗衣服、扫地、做家事，晚上8点准时睡觉。8点半睡觉你干什么呢？你还是在一个人过生活啊！我这些事情找费用来做都比你做得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跟你一起生活。哎呦，我想要你陪我吃吃饭、散散步，有这么难吗？不是很简单吗？我不需要一个机器人的老公。情人应该怎么样？你说要懂浪漫，嘘寒问暖不能忘，还要有鲜花和烛光。标准情人应该怎么样？是否和电影一样，风吹雨淋晒太阳，来证明爱的比人强？是我没想过那么多，确定爱你以后是盼望，真心会让你感动。你总是说我不够温柔，不懂幽默，爱不常说出口，我却只想给你一拥秘密，没有面具，真实的自己，请你相信，标准情人只能活在想象世界里，感受我的真心，陪你欢笑，陪你叹息，陪你风和雨，永远没有距离。谢谢你唱歌给我听，很好听，可是你还是不懂我要什么。我要的只是你的陪伴，要的是你了解我的感受。我不需要什么惊喜，不需要你帮我安排鲜花、牛排、薯条，我要的是你了解我，在乎我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一起好好的在婚姻里练习爱情。好。来吧，妈妈上来哟！夜曲教主，来。想跟你到永远，却又觉得不安全，感觉不到你的感觉，全都是你害我失眠，也许。Yeah.
天下。